再看到云林斗六市文化路有一处路面，今天上午突然坍塌，造成两台机车掉进大坑洞，还好没有人受伤。公所获报后，已经请工程人员加强周边安全维护。由于塌陷的地方是农田水利沟渠，公所将邀集相关单位研议修复。两辆机车停在店门口，地面原本就有一条明显的裂缝，但突然间整个塌陷，两辆机车直接掉入坑洞内，还好没有人受伤。不过崩塌瞬间的巨大声响，让附近居民都吓了一跳。蹦下去的声音很大吗？声音很大吗？我在里面看病人都可以听得到。31号上午9点多，云林斗六市文化路一处路肩外侧的地面突然塌陷。出现一个长约7公尺、宽4公尺、深1.5公尺的天坑，自来水管也因此被压坏。斗六市公所立即通知自来水公司抢修恢复供水。公所表示，崩塌处是早期农田水利沟渠，上面有水泥加盖，年代已久远。目前先通知厂商来移除水泥块。原本既有的这个水利沟盖之外，还有在这个承租户他们自己在加封的一个 PC 这个水泥的部分啊，但他们在做这部分都已经是几十年的这个时间了，所以是年久了啊，所以会比较结构上没那么强的问题。而该农田水利沟渠是农水署管辖，道路权责则为县府及公所。斗六市公所将邀集相关单位研议后续修复及该路段的交通安全、人行空间等改善问题，并加强安全措施，以免危及人车安全。记者邱子培、彭安群云林报道。